这个台北市的房屋税，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怎么再进一步再修改。大群馆的部分啊，就是那个侯友宜那边说，他们每一毛钱该缴的，他们都有缴。对啊，这不法律上完全合法嘛，因为我们老百姓不可能犯法嘛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公务员，我后来我当市长当久就知道，其实公务员也不会犯法，所以法要一定要做到，就是说那执行起来是很容易的，或是说执行起来是很英文叫 clear cut 比较清楚的。大巡馆在法律上完全合法，比如说。所以如果把一栋房子分成很多门牌，让每一样的那个报价少于10万就可以不用缴税，这个当然听起来怪怪的，但是它是合法的，所以我们也在，我倒觉得这样的，这个台北市的房屋税，我们也在研究说要怎么再进一步再修改。